用毛巾热敷，使毛孔张开，将黑头导出液涂抹在化妆棉上，然后敷在鼻部 T 区，将化妆棉慢慢抹平，等待10分左右就 OK 了。挤出适量黑头面膜敷在鼻部 T 区，要抹得均匀且厚一点，等待面膜干透即可。哇哦，看，超多恶心的黑头被连根拔起。整个过程结束，大家不要忘记用毛孔细致精华收敛被黑头撑大的毛孔哦。一倒二吸三收，三步轻松去黑头。